特地不舒服。看到海上有个飞碟，一艘船有船往这边走，有船往这边走，那个一个飞碟就拐下来啊，拐下来，到了岸边上啊，到了岸边上就开始，开始切割地下的根呢啊，转基因植物的根呢，还没开始燃烧，先把根。切割了再说啊，先把根切割了再说啊，先把根切割了再说啊，根切割掉以后，就上面，不会再扩大了啊，不会再扩大了啊，先让那个，植物先，先不让生长啊，先不让生长，但，已经长在外面的那种，看后续怎么处理啊，现在就起火的地方一下子缩小了，还有没起火的地方。先把那个转基因植物的根先把它，切割掉，根把它灭掉，根把它灭掉啊，有的先起火，再灭根，有的先灭根，再起火，可能是这个方案啊，好啊，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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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